哎呦，这就是今晚的落脚处哦。没错，超有设计感的大厅，这家是今年新开幕的商务饭店哦。哦，我们这么幸运住到幸运饭店哦。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玩黄色的大坑？看房间，看房间，来吧，欢迎光临。哇，一打开就有 view 哎，你看。哦，有没有？有哎。是不是啊？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好大的空间哦。哎，有一点像交易厅，有没有？好像是 lunch bar， 就坐在这边，有没有？小家庭的感觉。有有，然后就在这边餐桌，这边沙发，然后这边有个类似 bar 的地方，放个音乐，你那边是调酒的，你们是调酒的，就负责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要那个血腥玛丽，还有那个 tequila bomb， 还有那个 vodka light， 哎 ，whiskey bomb， 可以。很多新鲜的水果等大家进来欢迎给迎宾礼的那种感觉。小客厅小餐桌，有一种自己独乐乐的小空间，真的很棒哎。 Very good， 今天晚上你就睡在小客厅的沙发上。沙发是很大很舒服没有错，但是我也辛苦追杀一天啊。哎，不对啊，怎么都没有看到床啊。就说你是门外汉吧，来跟我来。这个进去就是别有洞天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打开了，我这是分离式。通常你这样讲门一定不是在这里，是啊，哎呦，在这里啦。开，哦，还让鼻耶。这边只有天王能住，你会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看到天王爷。走开，大家也要看。哦，他没有拖鞋。有啊。谁说我没有拖鞋？我有啊。这就是我的天王椅，独特的天王享受。哎，很少饭店会放按摩椅在里面呢。哎，他顶到我了，他顶到我了。是不是？那你赶快起来，赶快起来。说，看喽，这边啊，还有床呢。而且这边的空间也是很大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这样整个很舒服吗？哈。那你是这样吗？你就睡那边，我就睡这张床啊。对，这么享受。看电视，你看 King size 的床哎。可以躺三个我，哎，我这个全部都是气压式的，真的，我整个身体都被气压包覆住了。我没有做过这么棒的那个按摩椅，你不太了解。哎，你坐干嘛？它就是这个脚啊、手啊、后面啊，连屁股都有气压。想不到在彰化淳朴小镇上隐藏着这么棒的饭店呢。今天我订的房间算是饭店里价位比较高的，追杀宿命巧吃这么辛苦，当然好好款待自己啊。另外还有这家商务房，窗外望出去还可以看到彰化地标大佛呢。哎，东辉哥，那小弟我今晚就要先跟你急一下咯。哈，不用急，楼下还有让你惊呼连连的吃到饱，而且一博二十。什么？哎，那我不客气，我先冲第一啦。现在这个一破二十哦，你看看，它可以选午餐跟晚餐，重点是我们午餐这个buffet就是这么的丰盛，这么的澎湃。你看，现鲜拼盘，海鲜buffet自己拿到开心，炒米粉、炒饭、炒花蟹，甚至水果啊，梅汁排骨，连龟苓膏都有，满满的一桌，多澎湃！你干嘛不拿？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呐，心浮气躁。我当然知道这边很多东西可以拿，但是身为一个贵宾，如果吃东西还要自己拿的话，不就训掉了吗？什么？有事吗？嗯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港式点心，给我上个一轮。好，这边最厉害的是港式点心，单点吃到饱。他就会这样子送上来，他会一直在那边巡回巡回，看你有什么需要。对，而且重点是吃到饱，你根本不需要这样跑去那边。而且，就算你出去拿宝贝，你会不会拿太多？你是不是吃不完？啊？是不是太多了？啊？你这样子的点心会不会太多了？你会不会也吃太多了？我吃得完啊！哦，你吃得完，我不会浪费啊！我就要吃一轮啊，让你见识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上一轮了吗？一轮。好，谢谢。满满一笼一笼的港式点心哦，对于我这个港点控的人来说，根本就是小鹿乱撞嘛！不要再撞了，好不好？看，虽然是吃到饱，但是真材实料，完全不马虎，没有住宿，单纯用餐也可以来吃哦，这么棒哦！哎，那我要赶快打电话叫葛雷斯来吃了。孝顺是好事啦哈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先吃，你再打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蛤蟆，蛤
蛤蟆，夹虾子。哦，蛤蟆虾球，没有看到，开什么玩笑？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的。哦，好看哦，三颗五个，里面的虾子非常的弹。拉把包覆着满满的虾肉，蛤蜊的鲜甜和虾肉的 QQ 口感，两个综合就是 OEC。蒸笼式啊，连炸点都是这么吸引人，什么居然还有梅汁金肚骨哦！哦天哪，每一道看起来都那么诱人，这叫人如何下口啊？你下不了口，我通通下了，哈哈！大灰灰啊，留口饭给我吃。哦，我寡妇了，这个好像是虾子烧麦特大版。我寡妇了，这个好像是虾子烧麦特大版呢，整个这么大一个。这个厉害，我这个厉害翻了！哎，那个看起来不错哎。哦，我都太夸张了呀！那鱼粉就这么大力哦，而且看，它里面虾子不知道是给了几入哎，吃下去哦，那个虾子鲜味满满的，而且那个脆口的感觉很棒，它下面还有精华的汤汁哎。哎，我刚才吃的时候太急了，忘记给大家看，你看哦，我把它打开，你看，你放下去，放下去。它是两只虾子，它不是一只哦，两只虾子结合起来的双胞胎。重点你看，也蛤蟆的家啊，所以你吃起来啊，除了那个虾子啊，它本身呢、啊、非常的弹啊，非常的弹牙，就脆就新鲜的就大味之外，你还可以吃到这个蛤蟆的鲜味，就厉害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港式。但你知道吗？能让我跟子瑜吃到津津有味的，就是这家港式点心吃到饱，当然不容错过的哦。还有传统港点粉肠啦，虾仁叉烧口味通通都有。除了流动式的港式点心，还有自助式的海鲜大集合。下次回鸡生鱼片、燕窝、锦屋，吃饱了继续追杀吧！啊，什么？我已经吃很饱了。我们要秉持追杀的精神 ，No problem。